為是第一次，所以就很緊張。原本一開始是很緊張，但是不過呢演出完呢就覺得自己演得不錯，很放鬆。咁我哋都覺得自己今日嘅表演非常之好，比預期之中更加好。可以再次表演嘅話，我一定會好積極參與呢個表演。如果下次仲有呢啲活動嘅，咁我都會參加嘅。多謝。